25岁嘅颜卓玲同男友白子拍咗拖2年多，感情都非常之稳定。虽然颜卓玲间唔中都会喺社交网站po男友嘅相，但系多数都系同其他朋友嘅合照，睇得出佢哋对感情事一直都好低调。但系近日颜卓玲就突然间放闪，po咗张同白子嘅亲密合照，相入边佢哋头贴头，仲笑得好甜添，即刻就引嚟谢安琪同方力申赞好，得到唔少正评。不过其中就有网民对白子人身攻击，留言暗指白子是滑稽的肥叔。颜卓玲为了保护男友，就即刻回复对方话与你无关，但是过了一阵就删走了同这位网友的留言。其实颜卓玲同白子一直都被外界形容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，但是颜卓玲就一于好小李，继续欣赏对方的才华。之前在访问入面还说已经带男友见了家长，当正对方是家人的了。